OK， 事不宜遲，嚟到隨數第三集啦。咁好似畫面見到咁啦，7342除以12，咁點樣除呢？咁啊，我哋已經學識個位數，如果淨係得一個位，點樣除啦？咁如果要連埋係啊雙位數或者更加多嘅位數，要點樣除呢？咁啊，慣例都係要寫一條式先嘅。咁咧，12就寫喺度。咁今次咧，由於我哋除數咧就有兩個位啦，係啊，12。咁一開始咧就一定要喺呢度數兩個位，由呢個位開始嚟除咯。如果真係唔夠，我哋先至會再移一個位，都係喺呢度，即係唔會由第一個開始噶啦，唔會由呢個7開始。如果咪除唔到嘅，咁啊都係零嘅啫。咁啊，直接由呢個位開始啦。7、13系啦，咁啊，我哋要睇住呢个73喎。咁用73做第一个单位，咁啊，12嘅几多倍系细过73咧？咁最大嘅嗰个倍数咧就系6啦。诶，喺度系啦，12乘以6就等于72。咁啊，剩翻12，咁唔使谂啦，12乘以1就系12啦。咁啊，剩翻4喎，咁4又唔够除，咁咧呢个就要写个零落去啦。咁啊，零剩翻4，咁啊搞掂呢条数。咁呢条数嘅答案咧就系610余4啦。咁啊，12还好啊，12可能大家即系12嘅一倍就系12啦，两倍就系24，咁啊36、48咁样，大家会有啲印象或者有啲感觉。咁啊，如果下一题又点咧？跟住19喎，19大家可能未必对佢有好好嘅感觉啊。咁点做咧？咁遇到呢啲情况咧？我哋可以嘗試當呢個19約莫係20，咁啊可以當佢係20咁樣揾呢啲數字，揾佢哋嘅倍數出嚟嘅。咁好似咁啦，首先第一步係乜嘢咧？都講過噶啦，咁啊先睇呢兩個數字啦。咁啊唔夠喎，咁我哋又要攞埋呢個零出嚟嚟做考量啦。咁啊150 19啱啱當咗係要用20嚟睇啊嘛。咁啊，20嘅几多倍150咧？系7倍，系冇错啦。咁啊，约莫就140，咁啊都差唔多啦。咁啊，尝试一下先啊。有时可能咧，如果你试咧就会试唔啱嘅，咁啊要再改啦。咁啊，都系喺呢个加一减一嗰啲位嘅。咁啊，97就63。系啦，1777加6就13，133剩翻17，咁啊呢度攞个7落嚟，咁又系攞个20嚟玩咯。20嘅几多倍？系177咧，咁啊8倍，咁啊试下个8咯，咁啊19。98就72，100就8，8加7就15。诶，今次剩翻25喎，咁25唔啱啦，咁啊改啦，咁啊25唔啱啊，俾多一句啦，咁啊9咯喎，呢个系点样改法咧？喺度改啊，黑色呢个先系啱嘅，9系啦。咁啊，99就81，19啊九，九加8就17，系啦，咁要改啦，改完之后就剩翻6，呢个冇咗啦，剩翻6，咁啊拉个1落嚟，咁啊20，约莫3倍啦，用翻红色3倍。
九三就廿七，一三三五十七，剩翻四喎，又剩翻四啦。咁咧，咁今题嘅答案咧就系七百九十三余四啦。咁啊，为咗等大家对用呢种约摸嘅方法去估呢个数字咧，咁啊会再有多几条嘅，系啦。咁就直接嚟咯。首先睇到呢个二百二十八，咁啊一定唔够二百三十八除噶嘛，咁我哋今次又要攞埋六啦。咁咧呢、這个咧。你可以睇佢做約莫係240咁樣睇，咁啊24、25、9倍就225，咁啊一開波應該可以安心填個九落去嘅，我哋試一試啦。咁呢如果要揾呢啲數字，我啱啱講咩呢，就係、是、我話呢、這個240又約莫又係250，咁250如果乘以9倍呢就約莫係2250，係啦。咁呢咁啊呢度有228，咁啊填個9落去應該都差唔多㗎啦。咁啊就係要有呢一種即係呢種估法，咁啊89723927，27就即係34，2918，19 20 21， OK， 呢個剩返4，呢個剩返4，剩返1，咁啊140囉，24幾多倍呢？6倍，咁啊呢條好簡單，填個6落去，8 6 48，三六十八，21 22，哎呀 ，sorry 啊，22，2 62，13 14，系啦，唔系剩好多啫，剩12，拉个一落嚟，咁今次拉个一落嚟又唔够除喎。一定不夠除啦，填個一落去都238，咁就要拉個先補零 ，sorry 啊，先補零，跟住再拉呢個三落嚟，先補零，然後再拉呢個三落嚟，咁啊，240嘅五倍就1200，咁啊，應該都可以安心填個五落去嘅，85就中40，35 10 5，受上18 19，25得10，1190，咁啊，剩翻238，咁啊，填个一落去，咁啊，得出238，咁啊，呢两个数一样，咁而后面又冇数。咁啊，做完噶啦呢条，咁呢个今次咧嘅答案咧就系、是、好公正，冇余数嘅，96051，就系咁啦。咁啊，最后循例嚟多条终极挑战咯。哇，呢条好长啊，可能会写得乱乱地，大家尽可能跟住啦。咁啊，一开始又系呢度啦。咁啊，唔一定可以約大嘅，可以約細嘅。不過平時約大可能會好啲。咁啊，呢個可能係6200啦。咁如果對6200冇乜感覺，可以當6000都得嘅。咁咧，開始喎。96就54。96就54，咁啊，首先呢四个字唔啱，我哋一定要攞五个位嚟考虑啦。写一次俾大家睇啦，五
八三二八，系啦，呢五个数字。咁啊，第一个位就喺呢度开始睇咯。咁啊，啱啱讲九六五廿四啦，五九四廿五，八九七十二，就七十六，九加七都系十六，九六五十四就五十五啦。乘三，十减六系四，四加二系六。十减六又乘四，四加二都系六。七减五系二，之后攞个一落嚟，咁啊六千大概四四六就廿四，四七就廿八，咁啊尝试下个四先。五四中二十。八四三十二就三十四，一四就四四加三就七喎，六四廿四，呢度啦系一十减四啊六，六加三就九，十减七就三，三加五咧就八啦，五六四一系五。五减四系一，一千八百九十一，拉个四落嚟，咁啊六千约莫三倍，先试三倍啊，呢个有机会唔得啊，因为太近啦，咁呢个有六千一百几，有机会系成唔到嘅，不过试一试先，唔得我哋再改，五三十五。八三廿四，廿五，一三三三加廿五啊，六三十八，诶，啱啱好喎，呢个系九，十减五系五，九至一八。八减五就三，三百五十九，啊呢度冇位啦，咁我要不得不将呢个三百五十九咧攞上嚟啦，可能会乱少少啊，写呢度三百五十九就喺呢度嘅，咁啊大家捞到嘅话，我哋继续咯，拉个三落嚟，咁咧，但系今次又系啦。三千五百啊！呢个五百，三千五百九十三，咁咧就唔够除嘅，咁咧呢度要补零，拉翻个五落嚟啊！然后我哋继续，六六就三十六，咁啊六五中三十就填个五落去啦。五廿五，八五中四十，四十二，一五得五，五加四廿九喎，六五中三十，呢个系零啦，一零五，五零一零，今次系拉个零啦，五十。九六就五十四，八六就四十八，咁啊，尝试填个八落去啊，八五中四十，八八就六十四，即系六十八，一八二八，八加六就十四，六八四廿八，呢个就四十九。零二八呢个借位啦，六十减四就有六，咁啊六二零冇啦，呢个冇啦，全部都系零嘅，咁啊六二零啦九落嚟，
6209，咁啊6185，唔使谂啊，呢个系一嚟噶。咁啊，6185，最临尾系余24，冇错啦。咁咧，咁呢一条咧嘅答案咧，我黑色不写啦，就系9,430,581，如呢个冇错啦，就如24嘅，咁咧呢一条答案咧就喺呢度啦。咁咧经过三集嘅除法咧，咁相信大家应该遇到无论几长嘅数字，用估计嘅方法，即系呢度你话嘅呢啲咧，系啦，用估计的方法应该都有办法可以推敲到嘅答案系咩嘅。咁咧，经过三集嘅除数咧，咁就大功告成啦。咁咧系啦，加减乘除都识嘅话，咁我哋下一集咧就讲一下啲四则运算啊，或者会讲到小数嘅。OK， 今集就讲到呢度。